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6年11月15号星期二，农历是10月16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啊。我们246呢都有解答问题。好，下面就开始啊回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是是不是台长吗？是啊，我是台长啊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向你请安，你好。谢谢。啊，我想问一问啊，1976年属龙的男的。啊。我想问他的身体健康还有啊婚姻。76年属什么的？属龙。属龙的，嗯。啊，腰不好。腰不好，嗯，肾脏不好，嗯，肾脏不好，嗯，肠胃不好，嗯，啊，还有啊，心中有冤气啊，有脾气啊，闷在肚子里发不出来，嗯，在肚子吗？脾气啊，脾气在哪里啊？心里啊，啊啊啊，对，肚子上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嗯，对，感情运不顺利，听不懂啊？嗯哼，啊。不开心呀、啊，就是闷在肚子里，嗯，要叫他化解。一般的，像这种事情要多念心经，而且呢要对症下药，要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！啊，我最近心中有一件事情老想不通，啊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想念108遍心经来化解这个冤结，请观世音菩萨赐给我智慧，啊，嗯，好的，让我脱离凡尘的思维。因为这句话脱离凡尘的思维啊，菩萨就会给你把境界提得高一点，那你就一会儿就想通了，很厉害的。那师父啊、这个108遍心经是要多久啊、要多久啊、完成呢？你可以念一年也可以啊。OK， 好的。还好的呢，你念一年嘛，你这个事情就一年之后再解决呀、啊。你早点念嘛，不早点好啦？对对对。不开智慧的还好的呢，嗯。嗯嗯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还有婚姻。婚姻我刚刚跟你讲了，不顺利，听不懂啊。他现在跟他还有一年半，很多的纠结，感情运他一年半很多的麻烦。对。嗯，我告诉你了，听对了，你要自己每天要给他念，第一念化解冤结的消灾吉祥神咒。好的。还要给他念功德宝山神咒。功德、你要让你自己的做的善事变为功德，来化解这些感情上的冤结，那你这样的功德那么就能够化解很多感情上的冤结了呀，听不懂啊？好的好的、啊、那我想请问、那个、家里有灵性吗？家里啊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76年属龙的。嗯，家里还蛮干净的，嗯。嗯，家里没问题。啊，没什么问题。家里会有时候有听到声音，就是担心。我看。尤其是天花板上面。哦。咚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突然之间嘣一下？啊，对对对，啊、有声音。呵呵。嗯，左面天花板，进门的左面。进门左面，就是你们家里啊，进门的左面房间里的天花板上有一个灵性。我们进门左面，我们进门右边是两间房间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左面的上面，左面的上面，房顶上面有一个灵性。嗯，那是靠近厨房吗？对呀、啊。嗯。是不是在这上面啦？听到声音是不是在那里啦、我们左面是客厅，然后再过来就是厨房。哎、我就跟你说客厅和厨房这个地方。好了，赶快给他念吧，49章。49章。哎、房子的要经者。好的。好吧，又把刀藏藏好啊，刀不要放在外面。OK， 好的。啊、这个都要懂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你要告诉你寒光闪闪，鬼就来。嗯啊，家里镜子太多，鬼就来，
啊，家里吵架气场不好。有很多大的镜子。啊，所以要自己要当心的呀。好的，大镜子不能太多。好了，好了。嗯、好的，对不起，都查上，我自己是1978年，我想问一问，我明年是39岁，我是有没有，我会不会有个大姐？会啊，你的腰都很不好，腰啊，嗯，对，啊，你的腰经常酸痛啊，你明年的腰会直不起来的，嗯，对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痛得很厉害，你自己年纪轻轻，你都不知道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腰现在，我看你腰椎间盘突出啊。腰椎间盘突出。啊，你要你对我就是有腰部问题。对啊，你坐的时间长一点，那个腰椎就不行了。嗯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。啊，还有影响到你的肾脏，影响到你的小便，明白？小便多，尿频尿急，现在嗯。对。啊，你要当心了。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好的。那我要如何化解啊？明年的那个三六九节呢？化解怎么化解啊？多，第一，多吃点茶，泡泡那个枸杞，明白吗？好的。第二，好的，自己呢，每天啊要加强自己的小房子。好的。你化解的话，基本上在。这个三个月就是生日的三个月前就开始念小房子，三个月后要念小房子。对。啊，听得懂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师傅，还有今天早上凌晨大概4点多，我突然梦见有一个女人站在我前面，然后我感觉到她是站在我的床旁边。哎呦，看到那个是看到了，个子还蛮高的，瘦瘦的，嗯。我不晓得，我很大，我很怕，我不敢开眼睛。那当然了，灵鬼呀、啊，鬼魂呐、啊，这还不知道啊。嗯，赶快念掉了，赶快念掉了。嗯，这就是你们家里嘣嘣嘣响的那个女的。嗯、那我大概就是49章吗？刚刚讲过了，49章。好好，赶快念吧。还有家里尽量不要荤的东西啊。嗯。好的。哎，你们这些人真的吃荤的容易惹鬼的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好的，嗯、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嗯，感恩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喂。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师傅是吗？对。哎，你好，感恩师傅。哎呦，打通了。哎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嗯。我想替我爸爸问一下啊。嗯。他是属猪的，是47年属猪的。47年属猪的，想问什么？讲给我听。啊？讲给我听，想问什么？他看看他那个图层的颜色，业障有多少？然后肺部啊、喉咙啊、支气管都不好。嗯，看到了。完了。嗯，你爸爸年轻的时候有杀业。有杀业。嗯，听得懂吗？你现在是哪方面的？你现在要叫他赶紧多念往生咒。啊，多念往生咒。杀鱼啊，杀虾呀、啊，啊啊。鱼虾啊。啊，这种东西都是问题。现在你爸爸，我告诉你，由于你爸爸耳朵有一个都不大好，嗯。耳朵啊，嗯，嗯，我告诉你、嗯，你爸爸，而且颈椎也不好，脖子，嗯，颈椎不好，嗯，啊，还有叫他要当心关节不好，关节当心、啊。几年的他是？他是47年属猪的。哦，前列腺肥大，小便也不好。小便这点不太好呢。啊，滴滴答答的，嗯。明白吗、你看他业障有多少啊？我看看啊。嗯。几年的这个？47年属猪的。属猪的是吧？嗯。嗯嗯。17年的猪。嗯。哦，业障蛮多，36。36的业障。嗯，他自己信不信啊？他在念经。念小房子啊，也就是都在求心灵法门。你叫他好好的念啊，
听得懂吗？啊，他现在的上面，你别看他，他上面有一个护法神在帮他，但是呢，就但是穿透不了他的业障，可以在他的业障上面不停的发光，但是穿透不了他身上的业障。你要叫他赶紧赶紧念往念那个礼佛。礼佛，礼佛一天，他一天现在一天念的是五遍，五遍最好，像他。然后你看他那个肺部呢？啊，肺部，哎呀，有一个肺部已经积水了，有炎症，肺部是有炎症。有炎症，肺炎，然后呢有积水，肺积水。积水。所以他觉得气喘不过来，啊，是的，是有点气喘不过来的。然后我告诉你，晚上睡觉最难过，人起来就好很多。晚上什么？白天好很多啊。晚上睡觉的时候气就喘不过来了，爬起来就好很多。你问他好了。爬起来就好很多，我告诉你，还有手有点发抖。手有点发抖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叫他当心点呐。他的，我告诉你，他的肺，因为里边有业障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看到两根像铁条一样的东西。是的，因为他做过手术。看见了吗？谢师傅。我跟你讲了，好了。然后，你看他小孩子有没有超度走？他的小孩子，两个小孩子。是你爸爸的小孩子啊？对，我爸爸的小孩子。应该是你妈生的吧，不是爸爸生的吧？是的，我妈妈生的，他们小孩子，他们之前小孩子，看那个，到这个世界上来过的两个小孩子。对啊，跟你爸爸没有关系，一个有点关系，还有一个没关系。一个是你爸爸叫他打的，还有一个是你妈妈自己流产的。那我是说，就是一个我就是他的大儿子，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，看看有没有操作走。他们都到这个世界上出生来过的，生下来过的，生下来后来也就是不。一个大的走掉了，小的还在。小的在哪里呢？现在？在他肚子上，还在哪里呀？在他妈妈的肚子上。最小的女儿，因为她生下来呢，生下来他们是谁？因为当时就是不要了，当时生下来以后不要了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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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好吧。在她妈妈肚子上是吗？叫她赶快念。然后你看看。叫她赶快念。然后看看这个最小的女儿，看看她有什么要求。我们一直呢跟她。好了，不要去跟鬼讲话了。给他念小房子不就好了，还有什么要求了？我晚上叫他直接到你梦里来告诉你好吧。不要。你倒不要，还叫我去问问他有什么要求。你还要叫台长填一张表格是吧？有什么要求？烧了很多小房子了给他。好了。然后你看。赶快给他念。看我爸爸身上有没有药精者呀。你爸爸有没有药精者呀？有一个。你爸爸有个兄弟死掉了。一个兄弟死掉了在哪里呢？现在在他的颈椎上。在颈椎上。所以你爸爸的颈椎很不好，而且你爸爸会掉头发。我现在看到你爸爸未来头发都掉光了。可能是你要记住了，从这个景象我看出来，可能你爸爸以后要化疗放疗，那可能生癌症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好好的念经啊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听不懂啊？是师傅，好好的修啊。然后他那个他咳嗽很厉害的，他因为他肺部，肺部他那个喉咙啊很烧，经常烧得很心慌。你叫他这样吧，你叫他第一深呼吸，第二深呼吸是那个川贝母。川贝母。第三。你叫他每一天出去走路，每天出去走路。喝水一次不要喝太多，但是要经常喝。喝水，经常喝。你知道吗？你博客上看见吗？有一个人呢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我们这个佛友，他的朋友，
啊，十几年了，啊，肝不好，什么药都用过，什么东西都弄过，结果那天我的那个佛友告诉他说，啊，卢台长说的吃个护肝片就好了，结果他一吃护肝片啊，十几年的肝病突然之间就指标全部正常，腰也不痛了，这肝也不痛了，肝区，所以他说太神了，为什么？啊，你们记住了。然后我爸爸，他那个川贝母怎么吃呢？川贝母。川贝母怎么吃啊？你去看看药方，一般是中药吃三颗到四颗，一天吃一次，吃了之后你的肺会慢慢的有收缩感，听得懂吗？心脏就肺就不会喘气喘的急了，而且呢还能消炎，而且能润肺。嗯，所以平时觉得肺不好的人都要吃这种川贝精、川贝母啊这种东西。咳嗽咳得多了就是肺不好了，我告诉你，老咳嗽的、老咳嗽的人们就是老肺病啊，这还不懂啊？他白天晚上都很咳。好啦，那肺不出毛病啊？然后他那个支气管扩张也很严重的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支气管扩张跟他以前过去那个吃很多东西有关系啊，而且我好像看他过去抽过烟的。对，抽烟后来戒掉了。戒掉了，后来戒掉嘛，已经造成麻烦了呀。后来戒掉了，后来做好人了，过去做过的事情不枪毙啊，不一样啊。嗯。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没时间了，好好念经。小房子要念86章。他念了2000多张的小房子，烧了2000多张。是他自己，是他自己念的不啦？有机缘的，他自己有念的，还有机缘的。要当心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结缘的，情愿跟佛友结缘，跟佛友借，我告诉你，听得懂吗？是跟佛友结缘的。啊，就是佛友结缘。啊，佛友结缘这是最好的方法，所以平时要广结善缘嘛。你对人家好，人家念小房子肯送给你啊，否则人家怎么送给你啊？明白了吗？他烧的那小房子质量好吗？他是跟佛友结缘的小房子。佛友结缘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还是蛮好的。你如果一动到经济上了，你这个小房子质量不一定好，因为为了经济，很多人就不好好念了，听得懂吗？嗯，为了经济啊。啊，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不能给你时间，太多了，再见了。好了，然后师傅，你麻烦你再帮我看一下啊，我妈妈她那个帮我看一下我妈妈的图腾。不能看了，没时间，只能看一个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好了，下次吧，再见。嗯。啊，还有师傅，他那个身上的药精子啊，你看他身上有药精子，看怎么那个怎么操作。给他念呢，刚刚已经把你小房子都开出来了，86章，好吗？86章。好好念经。嗯。好了，再见，再见了。好，谢谢师傅啊，再见，谢谢，好，再见啊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，弟子给您请安。谢谢。师傅一定保重身体。谢谢。师傅好，听得见吗？听得见。师傅好。美国打来了。替两位同修。你是美国打来的？哎，从加拿大打过来的。加拿大啊，请讲吧。哎，师傅好，弟子想替两位同修问两个图腾。哎。第一个是88年属龙的女孩，精神有问题，她从2011年左右开始犯病，妈妈帮她念了400张小房子左右，那个中间呢有半年左右完全好了，连药都不用吃了，但最近呢又复发了，相信台长看看，退转，以为好了，妈妈不努力了，这个事情已经太多了。全好了，以为不以为根本没有那种初始心了，不努力了。我告诉你，凡是菩萨救的人，你一定要继续努力的，不努力的话马上又会护法神会惩罚的。明白，弟子一定会转告他。啊，这很大的问题的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就以为好了，求了好了，好了，接下来不好好修心了。你去问他好了，好了之后他会像过去一样努力吗？肯定不够。实际上好了之后更要努力，你就不会再犯了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一定会转告他。啊，
这位妈妈想请台长看看有几个要经者，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，多少条鱼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，是88年属龙的女孩，88年属龙的，小房子还有600张啊，还有放了多少条鱼，13000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，不用台长背，感恩师傅。啊，第二个图腾是82年属狗的男士，医生诊断他眼角膜收缩，只能看中间，发展下去的眼睛会瞎掉。想请台长看看要经者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还要放生多少条鱼，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，不用台长背。身上有一个很大的鬼啊，大的不得了。很厉害的，脸大的不得了，这个是很厉害的鬼了。明白。我看他有点像神，很厉害的，眼睛不睁开的，脸大的不得了，赶快给他念，这个要先念58章吧，啊，那念完58章之后还要，因为。这个孩子自己他本身呢，他信观世音菩萨但不念经，是妈妈帮他念了700多张小房子，放生10000条鱼，所以妈妈呢就想问一下，就是说还需要帮孩子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放生多少条鱼，730啊，730张小房子，好吗，好的，叫他多晒太阳，身上缺氧气，缺那种，缺那个阳刚之气，好吧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，辛苦师傅，好，再见，师傅再见，请师傅保重身体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师傅你好，你好，师傅，想问我，我的家有很多那个白蚁啊，白蚂蚁，你家里有很多白蚂蚁，对不对啊？我有找人来消灭哦，然后他是放药给他吃的，然后我洗了2000片的往生咒，不知道可以吗？看看啊，再加一点点吧，2500遍吧。2500片啊，2300也可以，是不是可以看看效果？那个白蚂蚁会很多吗？我怕每次又会。不要问我，你做这种事情，你做这种事情你自己处理吧，不要跟我讲，你不要自己造业，还要让我来帮你背啊？没有，我是叫师傅帮我看看。是啊，我已经给你看了，你问什么？有什么好问的？白蚂蚁要杀死是你杀的，听不懂啊？明白了吗？可以。师傅，我梦到王仁和，我王仁和他讲要冲凉啊，像上次我是师傅帮我看说他在色界天，然后现在梦到他在冲凉，就是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当时看见他什么样子啦？在人间还是好像白白的啦，亮的还是暗的啦？就是普通这样咯，普通这样冲凉是不是啦？他想要冲凉吗？你现在可以停止了，你现在可以停止帮他念经了，他还在宵夜，但是你已经不要去接他的气了，没关系了。这可以看一下他在哪里吗？叫什么名字啊？郑丽玲，这里关尔镇。睡姿的睡。郑瑞麟的麟，郑瑞麟还在上面呢，没下来。他在哪里？没下来，还在天界。还在色界天吗？欲界天。欲界天。因为我有每个月都有给他8张小房子。你是谁啊？每个月8张小房子。你有多少能力啊？你的8张小房子顶人家几千张啊，好像你8张小房子念了人家就到天上再跳一级呢。没有，不是我，因为他
之前梦到他叫我每个月要给他800块，然后师父讲是每个月要八张小房子，所以我每个月给他，每个月给他800张啊，8张，这样还是要继续给啦，继续给吧，再给一段时间吧，再给一个半月，好了，等下师傅，我要看个亡人哦，讲吧，叫02年过世的，叫蔡，刘天来，刘天来，天上的天，来回的来，毛巾刀流啊，文刀流啊，然后天上的天，来回的来，文。他上次师傅讲在阿修罗。正什么？叫正什么来啊？来回的来。正来什么？刘天来。啊，刘天来。天是什么天啊？天上的天。来就是来去的来啊。啊，对。什么时候死的？啊？什么时候死的？02年，上次师傅讲在阿修罗。他很厉害的，他现在他现在居然已经超出六道了，超出六道了，他很厉害的，这个是同修的爸爸，很厉害啊，给他念经念了很多啊，而且他爸爸的根基好啊，所以才能脱离六道。好了，再见了，再见，感恩师父，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卢台长吗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太高兴了，我都不说话了。感恩卢台长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啊。啊，我请你卢台长帮我看一下，我属牛啊，73年的。73年属牛，看了这个笨牛啊，脑子不拐弯的。对呀，我可笨。笨的，我可笨了，我在医院没结婚哈，我是怎么呢？我今年5月份哈，有一个那个姓张的一个。男子啊，就相处男女朋友，这期间呢，先后借了我3万块钱，我到现在哈电话呀，关机也不接我，被人家骗了，听得懂不啦？骗了，我还挺付出真感情的，我这怎么办呢？你还付出真感情呢，所以你们这种人呢、所以，我说什么？天天给他发短信，你天天发短信，天天哭好了，你哭死了都没用的，你忧郁症都没有用的，这种事情只有赶快忘记。那我怎么办？只能忘记吗？你这种男人，你还敢要啊？他今天骗你了，骗你感情，骗你钱了，你还天天给他发短信，他回来了你还敢要他？你敢要一个流氓啊？还是要一个无赖啊？那我还能挽回吗？你还要跟流氓跟无赖再挽回啊？你看你愚痴不愚痴啊？那我这钱还能回来吗？还能有办法吗？你说会能回来不啦？你说这种能骗你钱还能回来不啦？那我要是说去公安局告他呢？去告啊，告了也没有用的，告了他说你啊两厢情愿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是有打款的证据啊。打款的证据，你可以啊，你可以去公安局去告他。如果是能够，你觉得拿得回来，你就告他。但是你要记住了，你要看对方的恶劣程度的。他一般的小男人，那你告他没关系。如果他是一个大坏蛋，他如果有帮派，那你就麻烦了。听得懂吗？那我这事就这么地了吗？什么叫这么地呀、谁叫你上当啊？谁叫你受骗呢、你要记住了，你没有智慧，你现在只能念经。那我怎么念呢？你现在好好念经了，你什么都不会念的，你现在只有把自己念得开心点，钱赚得回来的。认识花三万、对，卢台长，花3万块钱。我现在自己呀、开一个小店，我专门给人调风湿骨病，我也想帮助更多的病人，我也希望我这个店哈，大家都知道，都过来做，我得怎么做才能效果更好呢？你是医生啊？
我是就是说以做的养生做十多年了，现在我自己做完，然后我身体有毛病，通过这个调好了，我想让大家都受益，完然后呢都过来调一调，完此期间呢我呢当然呢我也希望我的小店会更好。小店更好了，更好赚更多的钱，再给更多的人骗。你自己要懂啊，要学佛啊，你不学佛的话你有什么用啊？我每天做功课做了两年多了。做两年多就这种智慧啊，你说做得好不好啦？那怎么办呢？不要先嘎嘎，一个女人们就是哎呀，所以人家说过一句话，女人们最要人家爱，所以不要去爱，你要找菩萨爱你不就好了吗？要男人爱，你要圣经嘛。那我以后争取。争取了，我告诉你了，骗财骗色的人多的是呢，像你们在人间整天的在这哭啊。我没想到能落到我头上，真的，我感觉我对人挺好的。嗯，现在知道了吧？哭都来不及了。我告诉你，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到了你头上了，就是会发生。很多人要死之前，我怎么会生癌症啊？你怎么说？就让你生了，怎么样？听得懂了吗？那我是欠他的吗？那你还要说吗？真的是欠的呀。真是欠的啊！那我就认了吧。啊，你就3万块钱买个教训吧。你这种做医生做得好的话，养生的话，你要是好好的做如理如法的话，啊，你以后还能赚回来，听得懂吗？好吧。你要干净。你学佛的人。我功课做的有起不起作用啊？我做的对不对呀、啊？你说有没有作用啊？1000万人都有作用，就到你这里没作用啊？不是不是，我知道我就是说，我想知道我做的有没有，就是说做的对不对，还是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功课？继续做，我就是说你养生里边不能有这种色情的东西，一点点都不行，听得懂吗？嗯，你记住，我觉得好像找个人对我挺好的。你神经，没想到还这样。你再去找呀，说不定还能，说不定还能再找一个。很好的呢，你再准备6万，这是要加倍一点，6万给他骗好了。那难道我就一孤单一辈子吗？你觉得一个人孤单吗？嗯，其实以前没认识他以前我也挺好的。啊，现在知道了吗？你现在才叫孤单，嗯、听得懂吗？你被人家骗了才叫孤单，嗯、你不被人家骗，你就叫很好的，嗯、听得懂了吗？真的台长真的是。那我想别人都结婚了，我都没结，我想我不应该是老是自己吧。你想一想啊，没结婚的人多呢，你自己一个人如果过得好的话，你为什么非要想这个想那个啊？嗯，那好吧。那还有卢台长，我还请问个事，我爸去年呢，我父亲去年走了，我不知道他现在，我给他念了小房子。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走到哪一步了。念了几张啊？念了不到100张，60-70张是足够了。叫什么名字啊？王立果，39年的属兔。39年的属兔，三横王啊？第二个什么字啊？三横王。第二个字呢？王立果，这立就是成立的立。成立一个点，下来一个横，一撇一捺一横的成立的立，成立啊啊，成王立国，国家的国。39年的属兔。啊，他很好，阿修罗，嗯。是吗？那我只要你房子起作用了呗。你说呢？我看你去可以，我看你就这种脑子的话，真的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小品了。真的演小品的了，跟个宋丹丹一样的。我这个脑子咋不行的呀？我这个，我看你。我一直挺真诚待人的，真的。你看你，我看你真那么可怜，真那么愚痴啊！你现在知道你愚痴了吧？我要找一个男人呗。你这是你一个人不能过的，你找坏人，你还不如一个人过呢。你要找到好的呀，你找到好的嘛，要有智慧呀，要求菩萨保佑的呀。保佑不了的话乱找一个，年纪大了就找啊。那我怎么能求到一个呢？你那个求了你还要求啊，你先自己稳定稳定，把自己赚点钱，事业搞搞好。那我想怎么能搞好，做好我的事业，我想帮更多的人，我看病，我看来的病人他们调好了，我可高兴了。
我看你应该好好念心经，多念点心经吧。念心经呗。啊，多念，好吧。好吧，好吧。啊，多念心经啊。谢谢菩萨，感恩卢太长。啊，你要记住了，你要记住了，吃苦就是消业，听得懂吗？因为你今天吃了苦了，你以后再不会碰到坏男人了。因为你现在不知道，你过去从来不知道，我要找个男人，那么被人家骗财骗色，听不懂啊？我以前自己过得挺好的，就岁数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我寻思人家都有个伴，我也想成家，我就有个伴啊？什么伴啊？啊，汽车伴啊？啊，那个手伴啊？就那个椅子边上那个伴啊？哼，靠得住吗？听不懂了。好好的见开智慧吧，明白了吗？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为什么去找麻烦呢？哎，嗯，有记住，婚姻是有缘分再说，没有缘分无所谓，听不懂啊？嗯，我还是好吧。哎，那我多念心经，好好想象念心经，好好有菩萨保佑。听得懂吗？不要哭了，上辈子欠人家的，还了嘛就算了。那好吧，那我爸挺好的，那我也放心了。哎、那我还用给他念小房子不？你随便了，你给他念一点吧，好吧？啊，对，好。嗯，乖一点啦，谢谢不要犯贱呐、啊！一个女人不要犯贱呐、啊，来不及找男人呐、啊，丢死人呐、啊！好好的自己过过日子也挺好的。互相有个伴，有个照顾。有个伴，有你找个骗子有个伴呐、啊？你要念经念的好了之后，有缘分嘛就有，没有缘分嘛就算了嘛。这叫什么缘啦、啊？这叫恶缘，听不懂啊？哎，有个伴呢。知道了。伴什么？知道了。伴黄瓜还是伴西红柿啊？凉拌呐、啊？还有个伴呢。好啦，再见了。谢谢，感恩卢太长，感恩菩萨。再见啊、哦！再见。嗯。哎，真可怜，这些孩子这不开智慧。喂，你好。哎、啊 ，Hello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啊，台长，帮我看一下90年属马的女的。九几年呢？属马的。九零年属马的女的。90年属马的女的。对，看她的肚子。看她的什么？她的肚子就是有长东西。等等啊。嗯，90年的兔子，啊、哦、有，啊、哦、有，不好啊、哎！对对对，长了一个东西啊，也在扩散呢、啊。啊，是的。啊，我跟你讲啊、嗯，你要当心啊，不是肚子啊，已经靠近下腹部了。哦。嗯。啊，他想帮他看一下。他需要几张小房子。哎呦，有两个女的在他肚子上。哦，两个女的。啊，两个灵性。两个灵性。一张，哦、一个要念300张，还有一个念150。一个300，一个150。哎，先这点念下去，看看行不行？他们走不走？哦、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。很不好啊，他过去。他我看他这个图腾啊，他过去一直忧郁啊，一直不开心啊，嗯，是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长期的忧郁人会生癌症的，长期在家里不开心人会生癌症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听懂。啊，明白吗？还有台长，明白。还有台长，他看过医生，叫他开刀，是有开刀吗？我看看啊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90年属马的。他现在念不念经啊？相信不相信啊？嗯，他相信。在念经是吧？他有念经的。是的，他有念经，也正在念小房子。你看看吧，叫他想开一点，过大概他应该是过三个月，过三个月的话，你叫他。如果不好的话，再去开刀。哦。给他一点给他一点机会吧。如果三个月他好好念的话，菩萨会保佑他，他就会慢慢的缩小，而且指标会下去的。哦，是的。他犯邪淫，他过去犯邪淫啊。哦，是的。
哦，是的，是的，台长。哎，我怎么看不出来啊？哼。嗯。听得懂了吗？啊，台长，请问一下，那个九零年属马的，他需要放生多少？放生多少啊？对，他的放生要多少？嗯。2300。2300，可以啊。好吧。这个九零年属马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九零九码的小房子的质量还可以吗？还可以，嗯。还有台长，他的九零年属马的女的，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吗？好改进啊，就脑子要干净啊。哎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叫他不要去看任何色情的东西，网站呐、啊哦，什么东西都不能看。哎，真丢人呢、啊。啊，还有对不起台长，那个九零年属马的女的，她的功课应该怎样调整比较好？大悲咒心经礼佛，然后往生咒一共要念三千遍，往生咒要念三千遍，对，还有那个礼佛要几遍呢、啊、礼佛念三遍，念三遍、啊、可以可以可以，大悲咒念49遍，可以的，心经念21遍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了好了，没时间了，时间到了，再见了，OK， 感恩台长，感恩，再见啊！感恩光辛苦了，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背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啊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今天打不进电话，听众只能星期四再打了。好，广告之后再见。嗯。